请桃园第一名，胜胜一定赢。运鹏当市长，市民有靠山。不管抽到几号，候选人们早就准备好口号，因为从此刻开始，这个数字就得紧跟着他们，一直到年底的九合一大选。二号。21号是不少县市的候选人序号抽签，四名桃园市长候选人全部到齐，第一次同台亲自抽出自己的号次。一号是国民党的张善政，二号民众党赖香伶，三号民进党郑运鹏，四号是无党籍的郑宝清。对于自己抽出来的序号，他们都非常满意。我想抽到了一个幸运的号码，就是胜利的首饰二号。那我也最希望抽到的就是三号。所以这是一个幸运的数字。都说自己的号码是幸运数字，不过最开心的应该莫过于抽到一号的他。就果真抽到第一号，第一名，就是代表我们心里面，桃园永远是我们心里面第一名的一个城市，而且善政这次一定会赢。脱党参选的郑宝清，因为先前最后登记，所以是最后抽签的候选人。不过抽到这个四号，他也已经准备好了。4+4=8，我们希望能够4平8稳，市民跟着宝清走，建设桃园好生活。只是不论号次是几号，接下来的一个月，各候选人们还是得各凭本事。TVBS 新闻林志伟、钟荣轩桃园采访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